快捷汉语一加一，快捷汉语一加一。第八课，饮食。词汇。食品，菜，汤，肉，鱼，虾，烤鸭，鸡蛋，豆腐，饭，面条，饺子，涮火锅，羊肉串儿，蔬菜，白菜，辣椒，西红柿，萝卜，茄子，胡萝卜，土豆，酒，白酒，葡萄酒，啤酒。饮料，水，果汁，牛奶，茶，咖啡，可口可乐，水果，苹果，梨，香蕉，橘子，草莓，西瓜，葡萄，菠萝。句型。你喜欢吃蔬菜还是肉？我喜欢吃蔬菜。你喜欢吃什么水果？我喜欢吃苹果、香蕉和西瓜。苹果是什么颜色的？苹果是红色的。词汇：吃、喝、做、买、自己。句型。你喜欢喝白酒吗？不，我不喜欢喝白酒，我喜欢喝啤酒。你自己做饭还是买饭？我自己做饭。词汇。会。句型。你会做饭吗？会，我会做饭。你会做菜吗？不会，我不会做菜。词汇。味儿，甜，酸，苦，辣，咸，香，臭。句型。苹果是什么味儿的？苹果是甜的。橘子是什么味儿的？
橘子是酸甜的。词汇：能。句型：你能吃辣的吗？不能，我不能吃辣的。你能不能吃酸的？能，我能吃酸的。你能喝白酒，是吗？不能，我不能喝白酒。词汇：有点儿。句型：这个菜有点辣，你能吃吗？能，我能吃比较辣的东西。那个橘子好不好？不太好，那个橘子有点酸。词汇：尝尝，尝一尝。句型：你尝尝这个菜怎么样？这个菜有点咸。你尝一尝这个苹果怎么样？好，我尝一尝。词汇：好，难，好吃，难吃，好喝，难喝，好看，难看，好听，难听，好学，难学。句型：红色的苹果好吃吗？好吃，红色的苹果很甜。绿色的苹果好吃吗？难吃，绿色的苹果不甜。白酒好喝不好喝？难喝，白酒太辣了。葡萄酒好喝不好喝？好喝，葡萄酒很好喝。词汇：觉得。句型：你觉得中国菜好吃吗？好吃，我觉得中国菜很好吃。你觉得橘子是什么味儿？我觉得橘子有点酸，有点甜。词汇：过。句型：你以前吃过中国菜吗？吃过，我以前吃过中国菜。你看过中国电影吗？没有，我没看过中国电影。词汇：学，
努力。啊，过奖。绘画练习。你觉得汉语好学吗？好学，我觉得汉语好学。你以前学过汉语吗？我以前学过一点汉语。你学习努力吗？我学习很努力。你的汉语说得很好啊。谢谢，你过奖了。